轩参加元宇宙唱将，参加跨年盛典，众多生米与周深相约2022，不见不散。周深上线了，宝藏男孩周深惊喜上线，2022马上就要来了，欢迎光临周深的心愿研究所。我是 IQOO 酷源大师，也是心愿主理人。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心愿，可以说给我听。不急了吧，请说出你的心愿吧。Happy New Year, Happy New Year, Happy New Year to you. 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，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. 夸你？难道你不怕我阴阳怪气你啊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过去的一年你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，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当然啦，要记得感恩所有帮助你的人，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。当然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感恩做得非常好，非常非常给力，非常非常棒的自己哦。总之，我们一起在新的一年越来越好。Happy New Year！ 听不够的天籁之音，看不够的宝藏周深。继双面魅力派对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三季、奔跑吧黄河篇第二季、2060很高兴认识你第二季等知名综艺之后，周深又亲情加盟元宇宙唱将，参加多台2022年跨年盛典，众多网友和粉丝生米惊喜不已。实力唱将周深真的太受欢迎了，他的新舞台、新综艺、新歌给众多网友和粉丝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。周深加盟元宇宙唱将，参加多台2022跨年盛典，有网友惊呼，是的呢，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就是粉到了周深这个宝藏歌手。元宇宙唱将是2022年最具想象力的新型音乐竞演综艺，这是一档全竞技性综艺节目。元宇宙唱将是拥有高音乐性、高科技感、高悬念值的三高综艺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元宇宙唱将同时提供真实场景和虚拟世界两个场景，实力歌手与虚拟形象相结合，包括华晨宇、大张伟、周深、蔡明、李荣浩众多实力艺人有望见证元宇宙唱将的诞生。我刷到了元宇宙唱将的精彩花絮，元宇宙唱将为实力唱将定制虚拟形象，参加音乐竞演场地，献上无与伦比的超非凡视觉体验。元宇宙唱将全新赛制，悬念感和紧张感十足，节目承载着普通人美好向往的音乐故事，更有强烈代入感和共鸣感，吊足了众多网友和粉丝的胃口。来来来，2022年一起享受新奇感人的音乐视听盛宴吧。周深不但加盟元宇宙唱将，而且相继受邀参加2022最美的夜跨年盛典，江苏卫视2022跨年演唱会、北京卫视2022迎冬奥环球跨年冰雪盛典等多台跨年晚会。我刷到了启航2021央视跨年盛典，周深倾情演唱的《雪落下的声音》，唯美动人的歌曲在周深的演绎下更加的轻易悠扬，扣人心弦。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。我又一次听到声迷表白周深，在最美好的年纪遇见最美好的你，我好幸运。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量身定制的，现在因你而生，未来因你而来，愿我们一起去更远的地方，见更亮的光。期待最美的夜跨年晚会，期待元宇宙唱将。网友说的真好，世界和我爱着你，别让世俗淹没生活的浪漫。我一个人行走江湖，走马观花，不会为谁驻足。幸运的是，一个美好的歌手值得我们喜欢，一个阳光的男孩值得我们学习。永远支持你周深，你的未来可期。周深歌声美好，人品美好，未来一定美好。我与众多网友一样，希望2022年我们一起披荆斩棘，奋斗努力，不断成就全新的自己。头顶有繁星璀璨的星空，耳旁有人间百灵鸟的歌声，他的歌声干净澄澈，
期待元宇宙唱将，期待跨年盛典，声迷与周深相约2022，不见不散，你期待吗？I am bruised, I am who I'm meant to be. This is me.